啊！抽奖！不是啦，我是说 happy 手啊。抽奖没有，我们也抽奖，抽不同的奖。抽奖！是转二十个。胜剧本，好难度。下一关不太一样，一般的。蛮普通的地形，狼公主套装头饰。哎、欸，这张地图竟然没有破图地形，有那么一般的啦，正常的，正常啦，这不正常啦。要不要玩那个啊？十字弩啊？哦，感觉还蛮好玩的，十字弩，然后免费附魔贯穿吗？哇哇塞，贯穿可以啊，贯穿跟那个、啊。弓箭传说吗？自己付，对啊，就直接给啊。哦，嗯，自己要付，你自己付不到、啊，自己要付也太累了吧。没有，就是经验皮，然后我来播广告喽。基本上一开始十秒后播广告，啊、要关麦的关不是关麦、啊，关喇叭的关一关哦。嗯、之前玩的时候就是三个附魔都是关穿，三只有关穿，二超级一，因为分裂算比较高等的附魔的样子，嗯，分裂，而反而贯穿感觉比较强，嗯，那分裂跟贯穿可以好像不能同，不行，哎、欸，可以吧？我不知道这个我没试过，那不管，我们就都不能举断啊，分裂啊，回一下，好啊，分裂可以无限吧？弩好像能无限吗？弩能无限吗？可以。那是你创造才行吧？这样。哦。嗯。嗯。还有请万能。丢掉了。哇哇哇哇哇！一个 Q 就没了。有天使要收一波八七了。你不说他们不会。你都讲那么大声了。对，讲完了，马上就开始刷了。刷起来，聊天室刷起来，好的，刷起来，太搞笑了，聊天室刷一波火箭，哇哦，哇哦，这个有点难度啊，不学呢，真是的，然后结果都是打字的火箭，火箭，哎，我听到了，太过分了，哔哔声了，哔哔，谁？回来了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逼的，这个就是这个。哈，队长自己复制形象。哎，我忘记怎么创造了，怎么按？嗯 ，Ctrl 加中键。不是，创造连切都忘记切了。Game Mode 哦 C 哦 G， 我刚打到 C A M E 不对 ，C A M E 是啊 G A M E 啦 ，G A M E 啦 ，Tab 然后空白 C Tab 然后就变成 Ctrl 中键嘛。嗯，好的。嗯，好了，不是啊，我知道啦，我刚刚就是，说不定你不会是队长啊，需要按到 C 去，他有可能、啊、永远都不会当队长，哎、欸、对耶，我永远都不会，我也不会啊，我永远都是最后一个，我觉得我应该还行啊，自从他的排序改了之后，我永远都是最后一个，他排序有点这样子啊，我不知道，大写先排吧。可是问题是我是大写，我上下两家都是小写、欸，不是啊，就是小写小写跟大写啊，现在是只有那个吗？啊对啊，就哦哦哦，我懂了。对对对，没有大消息。以前会有大消息，现在已经没有。所以现在秋风才会当第一个啦。先大写优先，然后再消息。哦。那真的刷火箭用打字的。火箭，来哦，十字弩，要小心，还是有同队伤害哦。耶！好。炮火随机分队混，真的是白心啊！还有。阿金你拿吧，他队长拿，繁星他队长，好爽哦，卢米你拿哦，爽哦，繁星然后你拿，啊，拿什么？你们又要分小房间了吗？我来了哦，不行，麻烦了，嗯，啊，给他们自己挑房间。他们自己去挑，他们自己挑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刚刚就是他们也是都不选啊。
自己选房间了。我就各拍一间房间给他们，然后自己挑。哎、欸，所以喵浩有拿了吗？不是繁星拿了吗？嗯，繁星拿了。你要拿、哦？可以啊。没有啊。没有。哎呦。哎、欸，他是空降的吗？不是，没有，没有，他又一问完瞬间。嗯，这里，你慢慢用。好啦，我弄好了。好快啊！那其实，哎、欸，所以可以拿盾吗？不行啊，刚有讲啊，你拿盾你就被骂死了。对，所以其实也不用往下挖。也可以拿挖，可以弄装备啊。啊 ！Survival 嘛。嗯，白痴哦、喔，还是用错了。那第一个啊，对 ，survival 是一和零，我有忘记了。啊，第四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那么多剑士、欸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哦，是他们给的吗？给的啦，没有那个。哦，可能是。啊啊、记得拿哦。有拿了，他们应该不会要做近战的吧？能做近战的吗？感觉好像应该不会不行，有吗？可以吧？对，对，要先扣好板机哦。扣好板那要怎么用啊？按右键按住，右键按住，然后就会拉上好了。哎呦，射了，他们已经在射了。对，我也被射。等一下，喵，他这里射到我吗？我从头到尾都没按哦，他们已经来了啦。看到手 clear， 在后面。我怎么我哎？你说按着不放，按右键出去、啊，右键一样一样跟弓箭一样，右键蓄力。好，然后嘞，哦，他就会跑到中间。哇塞！繁星，哎、欸，不会、啊、一堆人呐、啊，一堆人呐、啊。他在左键射吗？右键先上好上膛。对，上好上好上好了。然后继续右键按住放开。他都是右键吗？对对对。已经快死了啦！总团呢？然后他没做过。我们这队三个都不知道怎么用，怎么用？哎、欸，没有用，没有收到团啊！你们居然就打过来！哎呀，差一点！啊！太会了吧！不是我们哎、欸，我讲真的，我们三个都不会。我只知道要上膛，可是我刚刚攻击的时候就是狂按左键。他好像是右键，然后按到底，然后再右键。我觉得头戴巧克力身上好恶心哦！我想去看一下到底。哎，有莫名的有一点搭哎、欸。很合啊，都咖啡色啊。还蛮搭的。觉得哪里？所以他刚刚是右键，以后会拉到中间，之后都是右键射这样子。右键会拉到底变90度的。就是十字弩，就是你先上好膛射出去之后，你要继续就是再上膛再射。哼，所以都是右键。对，都右键，不到左键。我的头很不舒服。那你觉得谁戴你的头你才会舒服？不好说。打起来了。请刚刚啊、我想到一招可以让巧克力把那个头脱掉，怎么着？死掉、啊？他气死的！可恶，为什么不能打中文？你是卡键吧？快死了！快死了！快死了！其实我们刚刚不用卡弄树木，就不会被偷袭了。带喵哈的头，有死掉了，死掉了，喵哈！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好准哦！喵哈死掉了，死掉了，你打完他就死掉了。这团团，哇！我拉是哇！你是射三哇？好，小雨感觉好凶哦。
不知道怎么用啦，你就打过来了。我才刚教他们怎么上膛，你就射过来了。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，可能说，哎，找个动物来测试。前面有个兔子，有个猫，有只猫，前面很多可以来测。哎，巧哥，你看那个打字聊天框。打字聊天框。你死掉的前一天。诅咒。没有，他之前被落单死了一个就惨了。你到底要怎么射啊？还在教学，你知道吗？右键拉到底。对，他其实有点讨厌，就是你拉到底，他会摆在右边，他不会就是松。所以他是往两头射哦。三型出去啊，分裂键才会这样。交叉射吧，对，但是它三列的话就是左跟右会多一点。你射墙壁上就知道了，它是三根就。对啊。所以够近的话就很像霰弹枪啊，就直接啪。对啊对啊。可是我记得他自己就是站超近在那边拉。我觉得完全没有游戏体验就被射死了，而且还在研究怎么用啊。怎么用？快点，有个巧克力可以射。其实刚刚如果有一队先灭的话，捡他们的十字弩，然后连续装填。有啊，我刚刚就是啊，可是都没射到啊，可恶！哇，你太远了，真的。对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就如果有先把一队灭掉，你就多了三把十字弩了，就很爽。哎，对，那刚刚放很多箱子就好了，没讲了。不是有快速上膛的那个附魔吗？好像有啊，嗯、对啊，可是那样就太快速，太快了，变太快了。哦，慢一点比较有 feel。哇，三个血量哎、欸，绿色、红色、紫色哎、欸。打倒他们，我们就变兵就完成，就可以再来一场了。真的？对啊，不可能打倒啊，打不死啊，他。对啊，他半血没人打。半血用敲的。用敲的。拿十次弩用回的，他躲起来了，他跑躲跑去躲起来了，太霸气了！第一次看到凋零怪要躲起来啊，全都是创造，他也没办法对你们怎么样。是谁在打我？为什么看不到他们？死了，死掉了。练兵完成，我们可以再玩一次。好哎！到底是谁？谁在偷打？啊，所以卢米谁带你的头？你觉得会比较舒服？我自己啊。啊，除了你啊。除了我。对，带你头都说不舒服，选一个嘛。我怎么觉得好像讲得很奇怪？怎么好像怪怪的？你就在那边讲说你不舒服。是我说我自己的，反正讲到你舒服。来来来，这个我私下讲。好好讲话，好好讲话，好好说话。我已经忘了我们玩哪些了。两个空岛啊。两个空岛，一个绝地。我这边的编码是一二三四五，那就是了啊。你是在跳？没有，而且还没有按照顺序的。好、啊，那我猜中间只三好了，这应该是三呢。那我猜七，还就五而已，猜七，五加二吗？所以僵尸捡到那个也不会射吧？哎、欸，一样哎、欸嗯。你好会挑啊！挑中了吗？我乱挑哎、欸。嘿、hey, ，我说七啊。啊，他就选七啊。我挑的啦，拍谁？哇，我连不进去，我重开一下。我也是你们、重开我。他关掉了，关掉了。对，他关掉了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。好。我找一下，好像可以直接设定，就是直接装填好哎、欸。哦、我怎么玩那么多张？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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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笑，直接变强斩帅。玩错游戏咯。抽奖咯，抽奖好抽，开二十个。宠物骷髅啊，水晶主题。传奇天敌家园，夏日有夏日的香香。